OK， 对，今天我一个人，今天复健期。去跟他搭话好了。Hello， 请问可以跟你一起骑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请问你要骑去哪里？复兴空土啊。复兴空土，哎，这么巧，我也想去复兴空土，哎、哦。真的吗？一起骑吧。我真的超尴尬了，超没概念的。我刚讲完才知道大概长得怎样。台湾。所以你真的有去台湾？你有环岛？有啊。几天？十二天。我跟你讲，我一个人环。你一个人？哇，帅吧？我一个人环岛。然后我连换胎都不会换。耶！那现在速度20，这速度还行吗？可以啊，很好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那你平常骑大概速度怎么样？速度啊？哈。这快要快一倍吧，快一倍哦。那这样是委屈你了。不会啊，也很少有机会可以这样子。有很少机会骑这么慢。可以让我好好看这个风景。队长。队长。哇，头车姿势这么漂亮。可速度有点慢。对，就是因为不是啊。怪怪的。哇，牛耶！哦，我们现在要去复兴空土啊，然后。应该是这边左转吗？吗？吗？对，有个庙，对，没错没错，我认庙，我认庙了。啊，对，不知不觉我们要到复兴空土了耶！到了吗？快了快了，还有一段。快了，应该还有个7公里吧。这速度还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很舒服啊。真的哈？对啊。会不会太慢？你会不会一直想喷出去？不会了。真的哈、哦，跟你平常骑车差很多哈、哦啊。差很多，没有这样骑过吧？真的假的？没有。哇，才第一次哎、啊！哇，今天脚的状况哦，错，只是有点没力而已。所以现在速度就慢慢的。耶、yeah! ！然后台湾队长速度这么慢，陪着我呢。闪水抽车的样子都这么的帅气，稳定性这么好，请问有什么诀窍吗？多练就好了。多练，你的多练是多少？每天一小段吧。你的一小段是多少？100公里吗？不一定啊，看距离，有时候50也有啊。50也有。对啊。好谦虚哦。有时候可以骑个训练台。怎么这么谦虚？低调低调。哇塞！完蛋，你这里面出去又不低调。你有去过复兴空土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第一次听到。天哪！对啊。你等下要你的初体验哎、欸。初体验。对呀、啊。都不知道他那边是在干嘛的。那边就是很多好吃的面包，最近还有牛肉面的。一个地方咖啡吗？有哦，那可以可以。天哪，我们真的到了耶！到了，17公里。有什么感想吗？现在感想完全没流汗。有啊，还是很热，好不好？到了耶！漂亮吗？漂亮吗？漂亮吗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尴尬哦。别这么尴尬嘛。OK， 好。好。OK。请问台湾队长，我们要做什么测验？测验就是看你的人气旺还是什么，我的人气旺，但我就觉得不用测，因为其实也没什么人会认识我。有认识他吗？有吗？不会，应该不会，真的。我坐在这么显眼的地方，我就来试试看，对啊，看谁会被认出。就很明显，刚刚已经有人找你照相了，对。你不要自视受损啊！不要这样，就嘟嘟，大家就比较知道了吧？嘟嘟为什么叫嘟嘟？就小时候就是比较胖，就其实现在也是胖，只是以前胖的那种形态，就是比较憨脸一点。憨脸。
对，然后就是所以我的姑姑是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从小妈妈我们家人他们帮我取的，可爱，就胖，乳名，对对对，算乳名，平常比较很少跟车友这样互动，对，对不起，我们一般车友。不是不是你偶尔，跟你这种更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我排出来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，你知道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是啊，对。我要先讲一下，就是其实我们是连友，然后其实我不太知道他是谁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你是谁。对，这是重点。然后讲一讲说，好像可以来台北骑车，然后我说我等附近骑，然后他也说好，所以我们刚才均速就20到附近公里。不是均速20，是时速20，均速可能不到15。所以平常骑很厉害吗？我当时就被骂，我故意不做功课的。我想说，就是以一个最纯粹的状态看一下这位22年车龄的车友。对对，车友。对，观摩一下，我才2年，他是我的11倍。对，我11倍会当车友。We couldn't see the trees and it was too damn loud. I would stand on your own. 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没有，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不重要，他在病就好了。这个脸是谁啊？没有啊，黄宏大摄影师。请问一下，你有点我的YouTube 频道吗？YouTube 我不是用手机的啦，看你放到哪里去。哇塞，哇塞，这是你吗？是可怜，看不出来，没办法，很可怜，真的。有，我没有哭过吧？你没有哭。所以现在是要搜寻，搜寻你。人家会被推波，你又不会被推波。干嘛一定要推波？不想看你。没有硬跪，完了，可以，我没有，才刚认识，我只要点了以后，才刚见面几小时，3-4个小时，然后这个人，好 ，OK， 好，继续。就对不起，我打算了你。是要打什么？一把就有，EBA 就有。有油哎！哇哦，好多。所以你没看过这个页面？没有。好像因为我强迫他不能看我任何影片，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是谁。我也不想看。没关系，你给我剪掉。不会，我会放上去。有想看的。有哪一个？这样看下去有你喜欢看的，你想看的主题有吗？哇，你会单车装箱教学，这我倒要看看。那个，不要看太仔细，你眼睛更小一点，真的。对，我眼睛很小，没关系。都是在近几年都是在大陆那边比赛，这种箱子就是他们都是认为太大。那要怎么办？我们就是小啊。你就从拆前后轮子。就是全部都要拆，手把龙头坐垫。啊，那重挑哎。是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记号。哇，专业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你是说人还是影片？都是。好好讲话啊，好好讲话。可以，好看。好，你回去慢慢看。你跟我讲，你感兴趣的大概有哪几句？我也想知道。你这个客群，是啊，你这个 TA 大概喜欢看。FTP 这个我应该会去看一下。其他这个都是一些路线什么，我觉得都还好。还好，因为基本上很多路线我不是。都不感兴趣，但我不会说可能会特别去，觉得我们骑这些路线很无聊。对，因为我们不是无聊，是我也会想要去，但是没有人会找我去。找你去，对，我也不找你去啊。那是高雄，高雄还叫找路线？不是啊，六月底啊。哦，日月潭，日月潭我骑过啊。有机会我就去，真的。对啊，因为我是没有，就是想去。聪明哎，不直接答应。用迂回方式先延后。是啊。那呢？比赛。比赛。哪一个挑战组？是挑战组又是比赛？挑战组跟比赛是不同。对我来说的比赛，好吗？好。哦，你也有花东，也有骑过。哦，花东拿分一啊。哇。可以吗？这可以吗？这可以，这成绩可以吗？四名组而已的。好久没有骑花东。四名呢？明年？今年啊？今年。2月29、30啊，现在就是我们要回程了。OK， 刚刚只有2-3个认出我，然后台湾队长一个都没有。是啊，我们下次换个另外一个地方比好了。我们台湾队长吗？哇，队长好。
could see the trees and it was too damn loud. I would stand on your border and I'll wait for the sun. 我在跟台湾队长骑车耶。过瘾。是不是？对，很少来台北也不错嘛。很少来台北骑车，天气可以这么好。是不是？因为我在。啊，以为有人戴新帽子下来。新帽子。我们回到了巴黎。到巴黎。是大中午啊，哈哈。好热。速度还行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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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帮你破风，你放心。放心，我帮你破风。撑不住了。我们在哪儿？河边。我刚闪电。完蛋了，黑压压的。We couldn't see the trees and it was too damn loud. I will stand on your border and I'll search through the clouds. 我们现在骑去淡水老街吃东西，我们去吃午餐。是路痴带路痴，都只能来淡水老街。现在我们到了淡水老街，然后我们要牵脚踏车走路，然后这一位台湾队长，你说？我说我是第一次这样子牵着脚踏车，穿着卡鞋这样逛这种老街。那你这怎么吃东西的？就没有吃啊，就干嘛吃？不会去骑到，我们没有骑到这样热闹。姐带你走哈，好，跟着姐走，我们去吃东西。对我来讲，就是没有这样子过，你知道吗？少会去这种地方，但是我会直接骑到目的地，不会说用車。可是你要吃东西，你还是要带着车啊。你要把车放着吗？就可能会直接在外面。比较方便的地方是冰淇淋，这件好吃，初体验必须拍一下，好吃啊！拜拜，不错啊，我觉得在旁边当摄影师感觉还不错。你们多大？6年。6年级，就我刚好骑车的时间呢。你这样，你想要这种感觉？不想被包围感？不会。你第一个台湾队长吗？基本上是没有这个问题。没关系，我这影片出去你就会有。我们来打赌，在这个影片出去了以后，如果我出去有人这样子的话，我再请你吃。OK 啊，没问题，成交。现在等什么？艺术品的出现。OK， 这边他等一下会开始作画，然后音乐结束，画就会完成。A guitar, I started rhyming. OK， 下雨了。对，下雨。是啊，就跟雨神的关系吗？不是，是跟戴新帽子的人关系。新帽子。对。满意吗？还是满意吗？不错啊，就是规划的。我没办法骑啊，因为我规划。这是规划。选手都骑马路的，是去河滨。也不是不去河滨啦，就是其实我对河滨很有兴趣，因为看很多人家拍照的，就是觉得河滨骑应该很舒服。在南部的和那种自行车道旁边的好骑。真的？是哪一天来环河滨？环台北河滨怎么样？也是可以啊，但我总共做了。我喜欢边骑边休息。可以吗？可以。环河滨。可以。我走了。你知道这个用意是在我影片握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真的吗？我怕骑车有什么怕的？请问你骑几年了？22。请问当初会骑单车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哥哥的关系，先接触到脚踏车，然后又觉得他比赛很帅。哦，所以你哥也是选手？曾经，他现在还是有在骑。我说你哥跟你年纪差很大？差了4岁。车友大部分都是以还是
有在训练之类，或者是有在接触比赛，所以我们的骑乘可能是比较少，是有在这样子，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行程，那是慢慢骑。对，所以今天这样来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啦。对，我也蛮开心的。真的很少机会，很少有机会。我早上看他都不笑呢，很可怕哎，超严肃。没办法，我们现在就是被困住。对，就是我只好跟你聊聊天。不知道，很不想跟你聊天。不知道这样子做到几点？不会啦，有可能那个电池还不够用。我带五颗，放心。五颗哎，可以录录到晚上哎。近期的规划是什么？不是未来规划的。近期骑车这件事。近期其实都好算。对，近期其实就是也是。在比赛吧，因为今年刚好遇到这个疫情的关系，就会就是影响到我们的赛季。之后呢？疫情之后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就是对继续火拼，继续厮杀。因为今年来讲，我们还是签约，不想理我。对，当然就是有疫情结束可以过去以后，我们就好好的努力的比赛。他比完呢？比其实就是要好好的想一想，明年是要继续骑还是要。退休，然后真正当一个一般的车友。哦，所以你明年就要考虑退休了？也不一定啊，就看就顺其自然嘛，就是看车队的公司还对。哎、欸，我讲话真是对，要不要继续签我这个老选手？对啊。不怕你还年轻，你对一般车友很年轻。对，是吗？年轻小伙子，小伙子，谢谢，看得好，对，骑得很好，今天。没错。就对啊，其实也是有时候骑那么久也是会累嘛，很累，也是会烦呐、啊，就是因为一直处在压力，长期的那种压力下，怕成绩差，对，跟不上，对啊，那我觉得趁跟不上之前退休先想好自己以后的出路，因为终于一天我还是要退休嘛，但梦想还是一样开一个复合式的吧，有单车的，对，一定要有单车，单车维修我的生活一定不能少。然后相关脚踏车，对，就是跟脚踏车有关的，对啊。但是就是因为我本身自己爱喝咖啡，所以就是希望咖啡没有打广告。懂。我在偶尔去喝咖啡，包里面很多人。对。我没有握手。那你要来？说定了吗？喝咖啡。好，可以。那你要下来高雄。可以坐高铁去，我下去。可以。我知道了，你骑在台北接我下去，我 OK。我骑在台北怎么接你下去？我要去像那个、啊、哦，我一起骑下去，可以哦，都可以哦。雨停了，我们在骑河边要回去。愉快吗？愉快啊，很舒服。开心吗？开心啊。有没有觉得台北是个不错的地方？河滨真的要不要常常来骑？再来骑。哇，很会，不会马上答应，聪明。对啊，当然。好啦，高雄见。老司机，好，高雄见 ，OK。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我们就到这边结束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